这头毛驴蹄子快要滚蹄了，给它修修蹄子。走。飞不着上边儿。哎，这，哦，真飞呀！飞，啊，下去吧。很切的，这很切的不过来，是吧？嗯，不叫后后后蹄，我操！这一修蹄也挨了五分钟了。这头毛驴的驴蹄子太大了。
剩个点了。越。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今天给这头毛驴修蹄子，这驴蹄子太大了，赵师傅在磨铲呢。修蹄开始了。看看刚磨的铲刀快不快。冷不冷啊，赵师傅？哎呀，热的还冷，我一大汗。哈，哎呀，大雪纷飞。你看看，不老是小驴儿。第一次修蹄儿不听话。蹄子好看多了。
完蹄子出去跑跑吧。看，下了这么厚的雪。嗯，